回来了，多给你算计的行程较少，我给一寡时间，想讲等下给你看一下。我很好了，不用担心。但是你最近跑行程跑得这么累，今天回来了就抓紧时间赶快上楼休息一下吧。你要去倒？我去趟医院。检查不是拄好才做过尔，那个要去病院，啊，是囡仔有啥问题啊？ 没问题啦，我去医院找护理师，刚好医院最近有安排孕妇运动的一个课程，我想去了解一下。那种运动鞋阿妈无做伙做，啊，我陪你来。可是你最近这么累，还是先休息吧。反正我今天只是先去了解一下，没关系。啊，不过。好了啦，未来路还很长，你的身体要保养好啊。 你怎么叫徐月姐姐？但我跟高丽昂是竞争对手呢，我当然马爱把这消息讲给好些啊，大嫂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爱你，和叶少峰退算。我不可能让少峰退选。会赢的，第一定会赢的。 我爱你，第三天以来和叶少峰退算，啊，那无，你的小秘密就会秀起来，全台湾的人都拢知影。你要真敢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去死啊！啊，我是无差啦，啊，我给个是有个好人没一届，啊，不过你就无讲，你也变得一无所有。 你要是别的条件的话，说不定我还能考虑考虑，但这件事情办不到，我也办不到。但我的条件就是，就是爱叶少峰退算，其他的条件我一点仔兴趣拢无。三天，三天和叶少峰退算，你确定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我是为你好，啊，那无，你的小秘密就是不要看，我看你阿伯被安怎地也赶走了。 何丽到底是去予曹凤掠了什么伤头？啊，你敢有讲何丽的秘密到底是啥？啊，不过这个秘密对曹凤应该是真有价值。啊，若无，那有可能会当甲我威胁，讲叫我大退选？我感觉你应该直接去问何丽。 我讲不知影讲要安怎开嘴啦。嗯，有啥物好歹开嘴的？阿母之间就是互相信任，无应该有猜疑。你着莫阁摇啊，安尼对代志点仔帮助都拢无。我会找机会去问伊，你着先暂时忍耐落来，莫伫咧有情绪的时阵出你问题。